拜拜嘛，哦，保平安之外呢，我们都希望能拿到福报。对对对。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苹果，因为过去2020年不是很好，我们希望2021年呢都能平平安安的。然后今天录影顺利，谢谢谢谢谢谢美凤姐的用心呐。对啊，谢谢美凤姐带来亲身苹果给大家。谢谢。我们的节目呢内容非常精彩，大家都知道大企鹅在一整年度平均都4点多，这是什么样的收视率？大概是金马奖颁奖的收视率。那由于大家的努力认真呢，所以我们今年一年度的除夕特别节目呢，这段绝对是最精彩的啊！我们有20几位呢，我们杰出的弟弟都选出来，不是你要报我们就可以啊！哦，你一定要这个体力跟能耐才行，对不对？集训呐！啊，对对对对，小时候这边瘦到变成叫瘦掉50斤，就为了今天呐、啊！对对对，他呢？机会他拿了爸爸的红包哈、啊，是，但里面的内容每个游戏的都是精选一时之选，同时还有我们这一整年有冠军的世界级的冠军有，好手都会到这里。是，听说还有电影明星哎。啊，对，对对对。你又帮我们。对对对对。电影明星该不会是你本人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今年没拍戏嘛。他在想现在在拍戏的，都在现场呢。我们除了亲生苹果，祝大家平平安安呢。我个人还有10万块的加码，这是往年都有的惯例了哈。对啊，那每一年呢，到了这除夕特别节目，所有艺人最期待就是这一段。是是的，因为这个红包直接可以拿走。是，对对对，大家都很期待的啊。不仅这样，还要加码，还有加码，还有加码，还有谁加码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制作公司接受我的。感召了，他今年呢拿出20000块来加码，是真的，是真的真的，所以你们扎扎实实可以拿12万的现金，你们只要有本事，主动都拿走。但是今天有很多冠军队伍来，你们未必是他的对手，大家玩得开心，平平安安最重要。扭转，扭转呐！啊，美凤姐，美凤姐，好。